有啥物件无退掉无？好。朱女士忙进忙出，引导患者到诊间，还要填写资料、整理病历。这是她在糖尿病卫教室的日常。这个护照，买这个是糖尿病的护照。如果没有，他家里用完了，他们会再来要，我们就拿这个给他回去再使用。这个是布尺，这个是量表。十年前担任糖尿病志工时，顺便测了血糖，才发现身体有状况。啊，以前的试纸一盒是50片，啊，我们糖尿病病友是40几位，啊，还剩了2-3片，啊，护理师就说有谁要试看看来测看自己的血糖，啊，我就自己就说那我来试看看，于是才知道自己糖分太高，200多。他决定先不靠药物，而是接受营养咨询，从改变饮食下手。糕饼类啊，跟那个饭啊，吼是同一类的，嘿，所以你有吃到糕饼，饭可能就要少一点。基本上青菜就没有少了。这个碗去装啊，这叫我们标准碗啊。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跟你说，哎，这个碗装起来大概8分满，就算是一份，那一天就1到2份。吃素哦，如果完全不吃油的话也不行。吃出健康，逆转病情。他以过来人经验建议，如果是少动多吃、糖分摄取太多的高危险群，要赶快接受筛检，及早治疗。